好 ，DSE 2019 ICT Paper One A MC 第十三题，呢个题当年咧都系得52% 考生咧系答啱。咁呢条题目就问咧，当我哋制造或者 create 一个 self-running 嘅 presentation， 重点系 self-running， 唔系净系 presentation， 佢自己会 run 嘅，跟住个 timing 咧去 run 一啲 slides 啦 ，show 一啲相啦，播一啲片啦。咁啊，制作过程里边咧，边一个系最唔重要咧 ？Template slide layout 插相。同埋 index， 咁你逐個睇睇啦。嗱 ，A template 就係呢啲啦。譬如我哋整咗個 presentation 啲 slides 咧，有個 template 噶嘛。譬如可以加唔同嘅即係 theme 咧，所以咧即係譬如 set 唔同顏色啊 ，layout 咁樣。咁基本整 presentation 咧都需要用呢個 template 噶啦，無論佢係咪 self running 都好啦。咁所以都基本上呢個都係需要嘅啊。咁另外 B 啦，咁啊 slide layout， 咁每張 slide 都有個唔同嘅 layout 啦，譬如啲標題啊。有冇相啊？插相嘅位置，咁呢個都明顯都係需要用 slide layout。咁啊，插相咧 ，C insert pictures， 咁佢都係好明顯整 slide 咧，都需要用嘅東西嚟嘅。好，最後 D 啦 ，index 啊 ，index 咩咧？比較少用嘅，就係、是、你有張 slide 咧，可以 set 啲 hyperlink 喺度，咁你俾人 click 落去咧，可以跳去某個即係 presentation 嘅 slide 某個位置。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目錄嘅作用。嗱，咁如果喺self-running 嘅 presentation 裏邊咧，依個 index 咧就冇乜需要咯，因為咧依個 index 諗住你整即係 interactive 噶嘛，諗住即係有互動性喺度嘅。咁而家佢係 self-running， 即係唔係好需要互動啦嚇，自己 run 嘅咁樣直播，即係齋單向播放嘅啫。所以咧 D 咧係可以話最唔重要啦，依個 interactive 嘅 index 嘅功能。